特别的机遇，特别的集体，特别的营房，有我们在一起。第一次对列，第一次泄气，辗转的夜里也想过放弃。一二三四，响彻音区，我也曾想过这有什么意义。班长眼里的批评流下了泪滴，促膝交谈后明白是我还不够努力。慢慢的我爱上这个家，慢慢的我放掉那些牵挂，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繁华，我想我的家人为我而自豪啊。家人的问候让我泪湿眼睛，第一次在天涯学着快快长大，每天都想着明天又进步一差。慢慢的我爱上这个家，慢慢的我放掉那些牵挂，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的繁华，我想我的家人为我而自豪啊。像一名